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223记者会今日举行，唔止多位入围歌手现身 ，fans 为咗支持偶像都力情应援物逼爆商场，场面劲虚撼。不过当中要数最犀利嘅系宝琪嘅 Pokemon 啊，带埋大声公嚟打气，真系知你乜料啦！粉絲有創意咧，就係受歡迎就唔係啊！你睇下 Mira 嗰啲 fans 係超多啊，即係度度都有啊，超勁啊！正常都有少老鑑啊，大聲公啊，大佬啊，我以為自己賣緊菜啊！十蚊斤，十蚊斤，呢度賣，呢度抵啊喂！嗰只嚟喎。寶琪同 Pixel 嘅 Phoebus 齊齊入圍年度新人男歌手，但佢哋似乎對攞獎冇乜信心噃。信心梗係零啦，黐線嘅。係啊，人貴自知啊，大佬。你咧？我開心咯，即係入圍就夠啦。哦，係咯，係咯。因為Pixel 有歌，跟住而家自己又有歌，開心咯。冇期望就冇失望咯，所以唔需要諗個競爭啦。因為做音樂嘅本質係個音樂嘅本質要做得好啊嘛。咁首歌多人聽，其實已經足夠了。你話攞唔攞到獎，其實你將佢放遠少少睇咧，你做音樂自然會開心好多。我心目中個個都有機會贏，但係就唔係自己，係啦。係，我都覺得係機會渺茫啲嘅，係啦。所以都係希望可以出多啲歌咯，短時間即係繼續出歌，繼續做歌咯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呢個諗法。而 Mira 就派出正副队长诺曼同 AK 出席记招，虽然 AK 有份入围年度男歌手，但佢自己都吓一跳，唔敢奢望攞到奖，反而对组合奖信心比较大啦。十二个人嘅力量，咁啊信心一定都多十一份先啦，咁一定系会大啲嘅。希望今年就有好成绩啦，因为始终上一年 Mira 团队都唔系话出咗好多歌，咁就所以我哋就真系随缘落座啦今次。有首新歌準備緊，係有首新嘅團歌準備緊，係啊，就希望快啲搞完就盡快推出。有冇話預計幾時推出咗啊？可以預計應該喺 Rumors 之後。準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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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Fans Meeting 係有嘅，大概我諗等下啦，好快。我諗可能呢段時間就會公布過，係啊，入幾個月內就會發生㗎啦，係啊，咁詳情再等公司公布啦。另外，他哋仲有回应，最近因为沟通问题，艺人临时冇得担任 JJ 林俊杰演唱会嘉宾一事啊。嗰边演唱会监制都解释咗，我哋都唔方便再多讲，咁就唯有就希望可以下一次可以俾啲心机，就再促成呢件事发生。所以最后的宗旨都系做好自己先，系啦，搞掂咗自己先，你太多出边嘅嘢就自己都会乱，系啦，自己企稳一阵脚，咁就点噶啦。至于有啲人话艺人唔开心啊，其实佢又冇嘅，反而系更加期待下一次可以再同 JJ 表演。Fanny 都写咗篇 IG 度写。出咗 post 啊，有冇再傾過？嗱，其實嗰個 post 我哋一齊嘅，咁啊，其實嗰時嘅 Stanley 嘅意思係講我哋好難得有呢個組合嘅機會去打邊爐喎，我哋自己，即係我哋其實有個 post 嘅意思係咁，因為我哋好少可係呢一個人呢個腳嘅組合去食飯咁突然，可以有一個空夜晚一個空餘嘅時間一齊去，所以真係應該好好紀念一下。係啊，我哋嗰紀念一下其實紀念自己啊，我哋反而係。而今日八缺三嘅 Cola 就以黑色性感造型示人，心靈條裙中門大開，好鬼 sexy 添。今次他哋一共獲得三個提名，包括年度流行歌曲獎、年度新人女歌手同年度組合，他哋都話勁興奮啊！我哋上年咧仲喺台下面做觀眾嘅，係咁今年咧有機會可以入圍咧，其實就已經好興奮，好開心同好興奮，係啦係啦，期待到時睇 show。宣布你哋入圍嗰刻心跳點樣啦？啱啱第一個反應係點啊？哇！心跳加速啊！我係啊，係啊。其實我喺度睇嗰啲字，即係嗰段片前面咪有啲字嘅，跟住話咩幾多年至幾多年度裏面嗰啲咧，我睇嗰啲字突然間有啲緊張咯，跟住之後就見到我哋入咗圍咁樣就心跳加速死啦。而最近承認同圈內男友結束6年前嘅 Winka 就收到唔少網民負評，不過佢都冇俾呢件事影響今日開工嘅心情㗎。我覺得我消化好咗啦，依家都同埋今日係開心嘅時刻，所以我都覺得今日都。精神食飽飽，係咪冇諗過咁大回響啊？我諗的確真係冇諗過嘅，咁但係我覺得多謝大家關心。我覺得最緊要係上咗一課咯，咁自己知道下次點樣可以再做好啲咯。今年頒獎禮將十大歌曲以曲風分劃四個類別，作品入圍另類歌曲嘅阿 K 謝安琪就講笑話，下年要專攻競爭比較細嘅類別，增加得獎機會咁話喎。而講到早前同老公張繼聰喺浴室 jam 歌，會唔會考慮下年以夫妻檔出歌啊？佢就話要睇定啲先啦。我同阿張繼聰嗰個浴室好聲音嗰個節目咧，其實係真係好無謂，係我無端端沖緊涼，佢就喺度叫我出嚟唱首歌，咁就唱。所以嗰次我哋嗰個合唱咧就見唔到我個樣，因為我頭係未乾嘅咁啦。咁所以佢話可以。
以同我合作啊，寫首歌俾我，佢又真係後尾寫咗啦，咁咯。咁誒嗰隻歌我都好滿意嘅，但係會唔會合唱咧？我哋就再睇下啦，再睇下大家做出嚟即係寫填咗詞之後嘅即係方向係點咯。而陳雷同洪家豪呢對老死互窒已經係日常。呢日見家豪一身電視台風褸打扮，陳雷仲抵死都話佢擦鞋，搞到家豪都投訴俾人蝦。每一次見到我真係好差，我真係好坦白講，佢每一次見到我第一句就話：喂，我最近做造星嗰啲男仔，你驚唔驚？即係佢哋即係對你有威脅啊咁樣，即係係話人哋又高又成咁樣咁，我其實好 hurt 嘅。咁但係。我不是这样讲。你怎么讲？你讲一次。我通常当他很串的时候，我说得啦，到时播出你就知道了。我就叫他。我的回应就。我就叫他赚得多少得多少，叫他尽力写多些蓝调的歌曲，总之就下年 报名。我没办法，我跟他的身高没有改变。我只能够不停地努力，不停地努力去做好自己。我现在好像个坏女人啊，你讲到。我是一个。好好玩原来。是。既然咁好玩，家豪多啲同陈雷 crossover， 咪可以多啲一齐访问咯。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ke V1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